刚吃完麻辣烫，他嘴都油着麻哈，麻辣烫没吃完，看看啊，这是个双拼啊，宝贝们，你们拍个封面。怎么双拼千层啊，你吃他吃那个，我吃芋泥的，你们看看里面有啊，看看这馅料扎不扎实就完了，看看这榛子扎不扎实就完了。来，你戴手套了吗？我就不戴了。嗯，看，每一层都这么多榛子，看，下面还一层。就是妈妈怕胖，你可以吃这个芋泥的。宝贝喜欢吃甜一点的，就给他吃巧克力榛子的，就买个混拼就可以。嗯，老扎实了这馅料。有点噎，太满足了，我想来一口。嗯，又香又甜，这个榛子的。就是又香又脆又甜，嗯，这个芋泥的没有那么甜，甜度因为芋泥它馅料多，甜度没有那么高啊。哪去了你？嗯，哎呀，干光了，这块一会儿慢慢吃吧，别一下都吃的撑着了。又想吃榛子千层，又想吃芋泥千层，就拍这一款，特别特别的强烈推荐，贼拉的好吃，扎实还便宜，45块钱一个8寸的，这么厚实这么扎实的蛋糕，就太划算了啊。